我是什么时候变得什么呀？变得鸡。变得什么？实什么实心？你们三个外国人。变得。变得铁石心肠。铁石是长铁的心的心的肠。在啥吗？他在。他啊。在他。在他。在他背。背对，你看背。醉吗？在他背。醉乱。霍乱。霍乱。霍乱。之前。之前。前。嗯。前。啊，这个是中文课吗？你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那这个飞机是有什么关有关啊？这首歌不是我的歌。这是什么五雷什么？五雷轰顶。轰顶什么意思？嗯。为什么要到五雷动轰顶？就是说它用来形容这首歌非常难唱。非常难唱。动力是那个结婚。结婚对。那结婚还要我喜欢你吗？那我还要告白吗？不能，对啊，不能告白。对对对啊，所以得要改。用功了，开始用功了的。但是如果是结婚的话，不可能是女生向男生。对对，那个戏压得太重了，过不来。对我来说，困难第一个应该是台词，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了解的剧本可能不一样，就觉得这可能要磨一些，磨一点点。我想对你好一辈子。哦，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好。嗯，继续吃面包。Hello， 嗨。Hello， 老师。Hello。老师好。剧本。吴老师，我们的剧本就是改了很多，对我们自己商量之后改的。来来来 ，OK， 对一遍。你怎么会突然想到给我这个？我们昨天不是学了一个新的词吗？嗯。分享。越蹲越近。肯定他们现场声音很小。对呀，对呀，很少。可以。我听不明白你的故事。你拿着它，去买好看的裙子穿。好，停。这他有钱，又给你买裙子，他你需要钱吗？现在？但在一个那么短的时间里面，我没有一个有戏剧的规定情境，就像你们温温吞吞、温温吞吞，我给你棒棒糖，你也给我棒棒糖，互喂一个甜，死定了，一定死。所以你们能不能再想一下怎么理由？因为刚才那个不行的，没有戏剧。因为有很多前因后果，我们要搬在身上，才能把很简单的台词里面有内容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就梦想我们以后有自己的世界，有自己的房子，结婚，结婚不需要钱，但是要住在一起。我们琢磨一下，琢磨一下。别担心。我们一定会搞定才演出的哈，好，谢老师，谢老师，没事没事，谢谢谢谢，走。哎，我们可以一起还债，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好，就是把还债这个事儿在这儿说了，这样的话就是观众就知道为什么要给钱了。还债什么意思？还债就是还给别人钱，我欠了别人很多钱。哦，和你一起还债，我可以和你一起还债。留给妮妮，我看妮妮这酒怎么办呢？哇，你现在中文写的越来越好了呀！下班了。对啊。你累不累啊？啊，还好还好，习惯了。下次天这么热，你就别在外面等我了。嗯。给，你最喜欢的味道。对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卡里面有5000块，如果我顺利实习结束，还有3000块，这样的话就有8000块。哇，这个女孩好厉害哦！这个女孩子非常自然，厉害。你为什么突然要给我这个？就是我想跟你说，我可以和你一起还债，我可以一直对你好，
我可以这一辈子一直对你好。不错的，因为一边演戏一边吃东西，其实有一点难，就是你要自己找那个节奏点。这个你拿着。干嘛？楚楚可怜的。里面的卡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你拿着这些钱，去买好看的裙子穿。至于这张卡，我就先收着。别哭了。所以，你看这卡里钱也不少。嗯。那你就是我老板喽。什么？老板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有什么吩咐都可以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是傻吧？嗯，你快说嘛。快说。什么？说什么？还没想好。那我走了哦。我觉得刘宇也很好呀。是。我晚上还有一个班要加，确实不能陪你很久。嗯，好吧。不过谢谢你等我。那我去加班了。嗯。等下。可以陪我一起吃面包，我们再走啊。